哈喽，我是奶西亚，今天我们玩逃离学校。系统提示你只有十次使用喷气背包。太气人了，只有十次。将计就计吧，如果超过了十次我就失败了。请宝宝们跟我记住，我用了几次喷气背包和还有几次喷气背包，在评论区。看这个视频的有没有音效大佬，能不能教我一下怎样在墙上画画，就是那种黑点点的。前面没路了，女主家那里还有个路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这个作者好粗心，居然把单车放在这边了。通关了，去看看那个傻傻的校长在干嘛。还在那里转圈圈，我的逃出来啦。走，我们一起去骑平衡车。
寿司店开开张，我们一起去吃寿司吧。要是你们一个秘密寿司店的上面有个空气墙，就在这里。我要去吃我好吃的寿司，拜拜。